跟住落嚟，我哋請到黃祖賢、劉德華、張學友為大家演出，內容講述華仔同學友為咗爭奪黃祖賢而展開一場文武大鬥法。各位觀眾，紅粉雙龍會現在開始。人家系配英雄啦，你点同我争啊？边个系英雄？打我先知啊！话你听，我等你。喂，你哋唔使打得咁样系咪啊？做咩啊？你哋争我啊？唔使啦。我哋两个为咗争你打成咁，你仲讲埋啲咁嘅风凉说话？其实我都唔中意你哋两个咁粗鲁嘅，老老实实。吓？系啊。咁你中意乜嘢啊？中意咩啊？咁我中意温柔。温柔啊？咁我避开一阵。喂，匿埋。
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。喂喂，醒啊醒！哇，你做咩？搏晒懵啊，家下。唔系，头先系人哋排成咁样。我唔准。喂，你哋唔好争啦。哎呀，喂喂。啊，系。哎，你哋唔好争啦。系咯，做咩啊？其实老老实实我都唔中意你两个咁嘅。啊啊！咁女仔嚟噶嘛，梗系中意花啦，系咪啊？哇！等等等，上山顶攞。快啲啦！好啦，各位一齐俾啲掌声落嚟咁支持佢哋两个。嗱，我哋睇下边个夺得美容龟。我哋一齊拍手啊！一齊有節奏地，快啲俾啲花佢哋睇下邊個攞到分嚟啊！哇！嚟啦，張學友嗰邊喺度收緊花啦，劉德華呢邊都收緊花，掌聲支持！咦，好似劉德華攞咗先喎，但係都差唔多。好嘢！心中满是伤痕，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。好，花有咗啦，系咯。咁你中意边个啊？到底系啦。我啊，我都唔拣你哋两个啦。吓，咁你拣边个？咧，我要嗰个人喺嗰度啊。边个啊？嚟紧。啊！你拣佢。啊！哎呀，原来佢拣你苏啊。系啊。系咪贪佢黑啊你？哎，等我问一问佢，即系今次第一次嚟到香港有啲咩感受啊？咁样先吓。
很多人在用用打电话。一早去哇，我一早不过我一早都我错的。他就話今天很高興能夠參加我哋香港小姐的盛典，非常之開心，希望各位俾啲掌聲佢。係啊，同你打個招呼咁就。喂啊，咁我哋不如問問黃祖賢中意佢啫，唔知佢中唔中意黃祖賢？我哋一齊問下佢嚟。有冇個狗阿家爹一針咁啊？實係咁啊！佢話佢非常之中意黃祖賢，但係更中意大家，更加中意大家。但係最中意嘅並唔係你哋，又唔係佢，係我哋嘅歌舞。就是、多謝你。係啊，我哋一齊俾啲掌聲佢好嘛？好啦，先多謝咗頭先啊，黃祖賢、劉德華、張學友咁精彩嘅舞蹈先嚇，多謝曬先。阿蛋，我又要嚟我感性嘅一面啦，因為好辛苦咁又揀咗五位佳麗出嚟，而家咧又要再有兩位冇份嘅，又得三位冠亞季，咁即係我覺得好慘啊！不如提議以後就係其他嗰兩個就一個鄭丹瑞榮譽大獎，一個陳欣健榮譽大獎咁好唔好啊？叫佢咩都冇所謂，我諗評判都同意啊！即係其實咧，五位佳麗咧都係表現好好嘅嚇，係啦，但係冇辦法啦，冇辦法得冠亞季軍嘅啫。好啦。不如咁啦，喺我哋知道究竟邊位冠亞季軍之前咧，我哋一齊嚟睇睇呢五位佳麗，佢哋再次同大家見面，表現下佢哋迷人風采嘅一面，好唔好啊？有請。係啦，無謂我哋同埋觀眾係點錫住五位佳麗咧，都要對我哋最後壓軸好戲，亦即係令我哋嘅心跳加速嘅，就係宣布冠亞季軍啦。但喺宣布之前咧，我哋首先咧係有請舊年1990年度港姐季軍梁小冰小姐為我哋今年嘅季軍主持加冕嘅儀式。係，有請梁小姐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1991年度香港小姐竞选总决赛季军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second runner-up in our 1991 Miss Hong Kong pageant， 12号蔡少芬小姐 ，Number 12 Miss Ada Choi。蔡少芬小姐芳龄17岁，有志成为一位成功的演员，最欣赏自己的美丽笑容，而最尊敬的就是自己的妈妈。唔该晒梁小冰小姐，再一次恭喜蔡少芬小姐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咧系有请1990年。港姐亞軍翁杏蘭小姐為我哋主持頒獎。好啦，各位觀眾，1991年度香港小姐競選總決賽嘅亞軍得主係咩話？
First runner-up in our Miss Hong Kong pageant. 11 号周嘉玲小姐。Number 11, Valerie Chow.周嘉玲小姐，芳龄20岁，是一位大学生，有志成为一位出色的律师。平时喜欢听音乐、弹钢琴。她觉得友善是为人处世之道。多谢晒翁杏兰小姐，再一次恭喜周嘉玲小姐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咧台上咧就剩翻三位佳丽嘅啫。无论你喜唔喜欢，或者我点嘅感觉，都只有一位佳丽可以成为我哋今晚港姐嘅冠军，戴上佢后冠嘅。好，我立即有请1990年度香港小姐嘅冠军袁咏仪小姐为我哋主持颁奖嘅仪式。喺过去嘅一年，我履行咗香港小姐嘅任务。代表香港參加了國際華裔小姐競選和環球小姐競選，並多次前往海外，肩負起推廣香港的使命，竭盡綿力為香港作出了一點貢獻。同時我亦參加處境喜劇《我愛玫瑰園》的演出，這些咁有意義的任務充實了我人生寶貴的經驗。今晚新的香港小姐即將誕生，我衷心祝福她繼續發揚香港小姐的任務，將香港在國際地位更加提高，同埋佢個人有更璀璨嘅成就。唔該曬，袁咏儀小姐，各位觀眾，1991年度香港小姐競選總決賽嘅冠軍係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and now we bring you Miss Hong Kong of 1991。佢就係幾多號？幾多號？七號。郭海明小姐 ，Number 7 Amy Kwok。郭海明小姐，芳龄23岁，是一位硕士学生，她有志成为一位大学教授。她今晚已经勇夺国际亲善小姐，亦都攞到谭吐幽默奖噶啦。恭喜曬！再一次恭喜郭海明小姐，多謝曬袁咏儀小姐。我哋有請1991年度港姐冠軍郭海明小姐繞場一周，接受我哋嘅祝賀。郭海明小姐由今日開始咧，就立即要肩負起宣傳香港嘅責任啦。喺呢度，我哋祝福佢，希望咧佢不斷為香港爭光。同時，亦都再一次恭喜嘅咧，就係亞軍同埋季軍嘅得主。好啦，我哋今晚嘅節目已經圓滿結束。好多謝在座各位嘉賓嘅莅臨，好多謝台前幕後嘅鼎力合作，更加多謝你哋嘅收睇。我哋7點再見，拜拜，拜拜 ，thank you。